哦，可以开始嘞，可以开门了。你进来了吗？你还没跑完？我刚刚进来，好，看来你跑完了。支线任务啊，双重麻烦。怎么都没跑？哦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来那个狙击手了。我们是变慢。哦，变慢了吗？哦，真的，一样这里。好，这个可以跳过。等一下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！为什么跳过？快吗？看过啦，一样啊。这个我看完这次，我还是觉得相信他的欸，因为他要是真的给那个华尔兹，真的是那么忠诚的话，他就把那个东西给他了。对啊，还是给我啊。啊，那我还是帮助他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还是会帮助他啦。始终他还是还给我，他没有真的骗我。就是如果他真的骗我，他可以去那个啊，直接去找华尔兹啊。哎，他在哪里啊？哦，是要找是不是？哦，他还没更新刚刚。哦，过来了。我去哪里啊？那40几只。那个30几，那个蓝色的吗？哎，不对，走错了。我走错了。回哎，为什么有人一直在丢那个？我已经抓到他了哎，我也飞过来了。但他还是在我前面跑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。有啊，哎 他消失了，我飞机上面了。他突然间那个瞬移了。对啊。哦，谁？啊。哦，他还射，我想说谁？自己上不去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我死了。我觉得音效赶不上你们动作速度。哦，是因为你爬上去就已经那个，就已经触发剧情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太快，他没有预料到我们会飞啊。对啊。对啊，然后我们的音效，他音效已经赶不上我们了。对啊，我们太强了，找到另外一条上去的路就这里啊，不是吗？这也不能爬啊、哦，这里嘞？对呀，走这不是比较快吗？上次不是说走这比较快？我不知道哎，我想试试看能不能跳那个。好，反正你上去就好了吧？哎，为什么？我刚想说那边我们现在有那么多能力，是不是可以直接跳一些有的没的？对啊，可以啊。好像还好我现在是不行。有时候还是不懂他那个判定点在什么地方。哎，别跳过来！你当不能让别跳过来。我快速移动，好，我快速移动你。哎，你怎么不努力？我掉下去了，应该才可以开始努力啊！我没进去。但不是你的什么，好像不是我的。好了，这个可以跳过了，反正都看过了。有人说他本来不是这个人呢、欸。他们说他们前面预告的时候，准备也不是这一个。也是，就是像那个2077一样，就是突然换角嘛。对啊，
那二里机器是突然换，是啊。哎，你今天网络好像比较不好、啊。那我要测试那个嘛，因为我昨天连线之前都会去测试一下。对，你今天网络非常的不好，讲话都会有电音。现在呢？要多讲才听得到，就是讲几个字听不太到。只讲几个字没有？还是有一点，就是最后一个字，那是网速的问题，不是麦克风的问题。是啊，那你等下同样我先去测试。对对对，就是会 lag， 就是不是 lag 会断，有点断断的。对。哦。我这边就是会告诉他，哈孔杀了那个。啊，我那边没有吗？我那边是在地铁站才跟他说、哦，不是地铁站，是在那个隧道那里。哇，你现在连……对对对，你那边的话就是哦。就是那个汽车工坊那里。我们直接就去工厂了，就不用跑那一段，是不是？不用打那只怪。也是要吧？不是很需要遇到他吗？但是这边我们是主动去找他，我们那时候是躲他的时候被他抢走，才去汽车工厂去找他的。有点不太一样哎、欸，不是吧？没有，我们那时候是走那个苏菲告诉我们怎么去城市的路，然后中间遇到艾托，然后遇到艾托之后又遇到华尔兹，然后后来华尔兹抢掉我们的 GRE 那个钥匙，然后他躲在那个汽车工坊。啊，对，对，所以有点不太一样哎、欸，还是你要先测试网络吗？我因为你测试啊。哦，你现在听很难听的，你的声音就是。I'm trying。好啊，好啊。47MB 好像好一点了。有吗？有好一点吗？没有吗？没有吗？差不多，今天真的比前几天都烂，比昨天你说只有怎么几百 K 的还要烂。不知道。哦，第一个字就已经电音了，是这样吗？就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你现在讲每句话都会电音。我找一个解决方案，看是不是这个问题。这是什么问题、啊？走上。好。这个麦克风不行。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会有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。这个直接不用这个。喂，为什么？
这个可以，刚刚那个一插进去就哔哔哔。好。啊，这个可以。这可以，就是有起码有听到你讲话的声音。刚刚那个是哔，一插进来就哔。刚刚是 iPhone。对啊，我知道，就不行啊，那个不行。好，但是手机是网速坏掉吗？有可能，我觉得真的不是麦克风有问题，平常麦克风不是这样的，今天是真的是网速问题啊。因为我考虑设定网速，我的网速没问题啊。啊？是吗？因为如果是我的网速的问题，应该是你听到我电音呢。说不定你也会电音呢。你没说就是没有啊。好不稳，每次车都不一样。没差、啊，你直接加进来吧，反正暂时你还没断就算了。很难受，也是我想说哦，可以再去买个铁三角，看那个铁的，新的三那个铁三角。直接加进来是不是？等一下啊，对吧？我想要，如果你再加进来，我就去任务区域，等下传送你过来就好了。加入验证中。好。这个也是可以啊，给别人是？什么给别人？不是我这里的。在哪里啊？哦，这边发电厂啊，这发电厂可以给别人呢、啊。哇，你怎么那么远？哦，我就在刚刚那里啊。哦，因为我发现这里有一个地方可以用 GRE 的钥匙开耶，我不确定。我在、那个汽车工坊外面啊。我底下有那个哎、欸。你要过来吗？我看一下可不可以传送。还是不能传送啊，因为现在我不在任务区域，因为我怕任务哦，不对，我可以先去触发那个任务区域，对，把你传送过来，然后你再过去拿东西。有点记错，是一定你传送过来就会开始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快死？你跌倒吗？传送至领袖，不是因为我跑去那个毒区。哦哦哦哦，你过来这里，过来这里，先不要过去。这个门我刚用那个 GRE 的钥匙开的。哎、啊，我们这边怎么样？啊，怎么有这个设置啊？我不确定我们之前有没有这个东西。靠，是没用哦。哇，真的是这样。还是因为是我们没有看到，就是应该是没看到，因为还有收藏品，代表我们应该是真的没来过。那我这边回去都可以再说一次。因为我们那时候来这里的时候很紧张啊，因为啊，谁去不知道谁。不对，还是那时候其实我们根本没有钥匙。是吗？他没有给我们吗？因为那时候我们是进来的时候才被抢走的，不是，是我们在地铁站已经被抢走了、啊，在那个隧道，哎、欸，就是这个隧道吗？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我们是进了这个隧道才被抢走的。哎、欸，看一下啊、哦，你过来吧，看看要不要开。哎、欸，这里到底是哪里啊？就是那个我们在那边遇到那个啦。那时候我们是绕外面过来，是不是？哦，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们跑外面过来的。神奇，看一下。有，这个能开吗？它是没开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在装好一点的装备。
那是我按的、欸。嗯，那那个很大的东西，我买那个双手剑呢？拿那个双手剑呢？容易按回它，不然按它坏掉。你把它放上面。我其实按了、欸。啊，坏掉了是吗？看一下，它没有弹出任何东西、欸，看一下日志。在干嘛？啊？按了之后没反应呢、欸？我记得它是坏掉了、啊，不是吗？是游戏坏掉吗？哦，你说它那个闸门坏掉是不是？但它没讲话。按说应该会。对啊，他应该要讲话才对啊。哎、欸，那这也真的跟那一样哎、欸，是要通过这里才可以到那个汽车工厂吗？对啊。哦，那所以我们的钥匙还是会被抢走的哎、欸，那这样。不是，我们前面是已经被抢走了，然后还要去钥匙那边找他。然后我们在汽车，那我们在钥匙那，我们在汽车工厂的时候就被他杀掉，然后我就开始变异了。哦，那你的任务在哪里啊？你什么都没弄到。对啊，就没了，就不见了。应该是要把那个接上吧，那个发电机，他就没讲话，是不是 bug 了？看看他这有没有呼吸道。我其他按的东西还是正常的、欸。就是我刚刚可以搜索东西。对啊，可以打开，可以拿。汽车工厂的。什么？你看。这是我们进来的地方吗？那时候？啊，你可以直接跳出来啊！啊，是啊。跳出去吗？跳出去了。然后呢？跳出来，受一点伤就跳出来，还是可以去汽车工厂啊。哦，是啊，是这样而已啊。嗯、那这样跟我们开什么大门？还是就是真的不用开啊、欸？为什么我跳不上去？你为什么跳得上去？啊，我现在跳不过去了。你是用 bug 是不是？没有，我真的有 bug、啊。你常常运用 bug 啊？哪有？那个墙可以直接攀上去啊。我没有呢。你攀不上去？哦，我现在没办法回去上面了。我跳过那个 bug。不然你就一直走啊，你往前走，走到有那个可以传送的地方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可以传送你的地方。啊？因为我这边跳不上去啊，怎么可能跳得上去？那么高？那很高啊！你从其他地方跳过去吗？没有呢，我就，而且我还一直站的比较高的地方，都不行。不可能。就你很常有 bug 啊！啊！哦，你死掉了！啊，你可以。我真的都忘记我有正方形的东西。正方形是干嘛？对啊，降落伞。哦哦哦！但是它开也没那么快啊。哦，有了有了，我终于跳上来了，真的是 bug， 是 bug。还不是，我相信是。哦，这哪是 bug？ 你都跳上去就不是 bug， 绝对是 bug 啊！那这有降落伞也没用吧？为什么？因为下面感觉就不是给我们踩的啊，是吗？可以用啊。
哦，可以飞另外一边，倒是真的，应该。啊。我来看看哦，又我也掉下去了。哎，好，哦。我掉在什么地方啊？他是确定是真的可以给我们这样探索的吗？那个好像是地图啊。因为，哦，有爬出来啊，还是其实还是真的是 bug 了，就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汽车工厂在哪里啊，他没有目标给我。我知道，我知道在哪里。你又知道在哪里？好，那我看着你，你怎么还那么远呢？你他妈传送到前面了，这也上不哇，去吗？我我其搞实不好像懂是啊。到了哎，不对，这是捷运站哎。汽车工厂是在捷运站附近，是不是？对，我看到哎，了。我已探索汽车厂哎，啊，是我到了，我是不是到了？哎呦，水不能，水跳下去太浅，不能按圈呢，会扣血。这是哪里啊？我觉得真的是 bug 呢。没对目呀、啊。标，没目标怎么玩？好啊，不过你先过来看看，到那边能不能再触发剧情好了。直接用那个暗象啊，直接用暗象啊，你这个。按下。你在哪里？我在上面。我在下面啊。对啊，我刚刚也是在那。那你知道在哪里吗？我对不啊，知在你道。那边啊。哦，是那边吗？这个啊，这个才是汽车工厂啊，左边右边那个才是啊。没东西呢，你看没人。我们强迫直接去打就好了。为什么你接上去？你好诡异哦。对啊，爬墙啊，你也可以啊，但是刚刚那里不行呢，好不好？你就可以。刚刚那个你 bug 的地方不行。我用管子接上去的哎，然后嘞，在哪里找到那个花子的啊？这里吗？不是，哎，这里又下来了，是不是？是吗？是这里吗？哦，是吗？你 bug 了，对啊我不，bug 懂啊，真的你 bug 了。对啊，你还不相信，因为他根本没讲那个话，就没有触发到剧情呢。哦，那怎么办？现在就只能我重来，我退出游戏重来。好，哎，还是我死掉，从上一句话开始。哦，好啊，那好好好，我也去这样。去那个化学药剂那边自杀就可以了。哇，我们竟然会用到这个东西耶！我会变异吗？哦，你会会变啊，异啊！会啊，会啊！我没变。我们之后就会在这里要打自己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太酷了吧！对啊，啊，我觉得有点假。不用剪了，最后一句话重申，试试看这个功能是不是真有用。哎，有哎，然后呢？他还是把我剩在外面而已呢。重点是他没讲话，我怎么知道他到底现在要干嘛？对啊，你主线的，你在后面。对啊，我换一个再点哎，回看去。看，没有，来我啊！刚换了，我刚换了。没有啊，他还是没有那个标示啊。啊 ，bug 不要啦哭，，bug 了，是不是不要要跳退进出？广告，对啊，退出好，重练。好。